所以弟兄姊妹，学习信靠神，学习在神的里面，因着一次一次的信靠他，使得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我曾经好几次提到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接受神。我们怎么能接受神？透过他话语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是怎样的神，也透过他话语的吩咐，我们就知道他叫我们做什么，而我们去做就必然做成，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所以为什么在我的里面这一次的退休会，从一开始没有讲太大的道理，而是说求神给我们一个科目，就是我要见你，然后两四只眼睛对看，不是，而是与我交通，对我说话，神啊，对我说话，让我知道你的真实，然后里面有实际真实的信心，所以你说的时候我就做。这两年多以前，神就告诉我们建堂要积极的行动，不是等。虽然我们才刚搬过来这边，看起来也用得不错，也地方也蛮漂亮，但是神告诉我们要开始行动，因为他早就看好一块地了，只是我们还没看到。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就开始建堂委员会、建堂常委会就越来越积极的做，越积极的行动，祷告、寻求。渐渐神就感动一些人说，我们应该开始找地了，不要只是在这里祷告开会。渐渐的神就让这块地让我们看见了。起初我们其实说实话，没有人想象我们单单买地买这么大，或者说买这么多钱呢，是不是？连买地、连盖礼拜堂这么多钱，合理？所以单单买地要花这么多钱，那真的需要信心了。啊，你们说最简单的就牧师，你怎么说就怎么做了？哦，我最怕这种事。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负全责了，因为你说的嘛。所以我要好好寻求神，神啊，这话是不是从你来的？同时为这些年学一件事，就是我有可能，我觉得从神来，但我可能弄错。就像我把基路伯的翅膀说成鸡翅膀，不可能会弄错。所以呢，最好是每一个人寻求，包括寻求，然后大家一起来验证，确定这是出于神。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千万我祷告，让恩友堂，如果主还没有再来，恩友堂继续存在，不要出现有一，我们就说牧师怎么说就算数了，而是牧师寻求，我们一起来查验，然后确定了我们就做。我上一次讲到异象，其实这个时代也有一些服事的组合，他们很强调教会的同工应该支持牧师领受的异象来服事。所以有些人会说，牧师的异象，我的异象就是帮助牧师完成他的异象，从某一个角度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比较不希望是说我的异象是帮助牧师完成他的异象，而是我的异象是一起来完成神给教会的异象，而这个教会的意向不管从谁来，我们一起寻求确认了
这是神给这个教会的。那当然他很多的部分是从牧师来的，如果这个牧师是负责带领这个教会的，很多意象很多的领受神会透过他。但是当我们查验以后一起来委身，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我们确认神给我们领受的这一份，然后觉得感谢神，我们两年多以来我们真的认真寻求，一步一步神带领我们。哎呀，执事会这些执事们、建堂常委，真的像抬约柜的祭司，脚先踏进约旦河。我们要去跟人家签约的时候，我们才多少钱呢？是不是？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曾经想到土地款付不出去而睡不着觉起来祷告的，上帝纪念你。如果你从签约到现在都每天睡得很好，那感谢主，你很有信心。我好几次都必须半夜起来祷告，说神啊，我有没有弄错？我如果没有弄错，你就有办法让我们过户了。啊，我如果弄错，那怎么办呢？起来祷告到有把握才能睡着了，要不然就在那里想，哎呦，怎么付钱呢？哇，你没付清，那就1100万被没收怎么办呢？感谢主，我们过户了啦，现在登记在我们的名下了，是不是？我们也发现，感谢神呢，神感动弟兄姐妹就是愿意把自己摆上。然后我们也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真的要说啊，我上一次去 Modern 讲一个品格训练的题目，就是讲信实了。一个信实的人让人可以信任，好处多多，这是很大的资产。我们感谢神，我们吴长老他银行对他很能信任，所以我们其实来不及送件让银行批了，但是他们很愿意帮忙，因为吴长老的缘故，所以他就想办法就给我们一个短期的贷款，对我们更好。哎呀，神就是奇妙，他就是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让约旦河断流，但是要抬约柜的祭司信得过神的话踩进去。弟兄姊妹，这当中有许多人经历神然后就奉献，还没有奉献或者你觉得还奉献不够了，你也不用太泄气，神告诉我说我们是接力赛车轮战，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钱，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现在赚到了然后奉献了，再来换另外一批人，然后再来再换这一批人，因为我们算来算去就这么一些人嘛，是不是？那神又告诉我们不要出去告诉人家，哎呀我们教会要奉献了。弟兄姊妹，你认识的有钱人，你不要去告诉他我们要教会要奉献了，你多少支持一点啊。啊，神会报答你，神会祝福你啊。好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有办法祝福你，有办法报答你。他就想，你神的是全能的，为什么来跟我要钱呢？你的神是全能，就跟你神要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感动是，不要去跟任何人，你知道的啊，你3000、5000也好了，3万、5万也好，不要做这种事。因为我们的神有办法，他都有办法叫约旦河断流了，对不对？他都有办法把这一块地给我们了，何必
他的百姓担心的不得了，到处去要钱。我们的感动是绝对不要去跟你什么人说啊，有意无意的就是我们要建堂，那块地很好嘞啊。感谢神，最重要是清楚神的话，顺服神。抬约柜的祭司把脚踩进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就断流。这是信心。信心不是心里的感觉，信心是因为有神的话，所以我有把握照着做。信实的神，全能的神，就会做成奇妙的功。我们感谢神，第一步神做成了，所以现在土地是我们的，是神的。第二步，土地款都付清，我们的土地没有债务了。第三步，我们礼拜堂盖起来了，欢迎从东西南北来的人通通将来来参加我们建堂感恩礼拜，献堂感恩礼拜，哈利路亚！我相信那是神的荣耀，但是每一步都必须是信心的脚步。虽然出于信心是很美好的事，但是中饭还是要吃，所以其他的晚上再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你已经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所以我们赞美你。你让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你在干旱之地使水流出成河，我们赞美你。你在我们这一小群人身上所做的，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说我们算什么，你这样恩待我们，我们就感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高举你的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你的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喜你救赎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深爱称颂你，因为你是奇妙，你配得称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你说，我渴望更认识你的荣耀，好叫我可以献上相称的赞美的祭，因为你配得，赞美你。主啊，是的，愿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你的荣耀，好叫我们的信心更实在，好让我们的信心的脚步更稳，更有把握，以至于你所要行的大能奇事不断地向我们彰显。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为今天早上感谢你，为下午弟兄姊妹无论做什么，让我们在你的同在中。愿你晚上你的同在显得更美，因为你有无尽的丰富和荣耀，让你的百姓深爱称颂你，因为你配得。让我们深爱你的同在，因为你何等荣耀，何等奇妙，何等丰富，何等宝贵。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特别求你洁净我们所吃的食物饮水，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康，都得力。祝福所有服事的同工，他们格外的劳苦，求你纪念报答他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挡遮盖，
是他的能，歌颂扬万物出彻的地方，我们依靠神，他就是在那天讲到不想去吃饭，是不是？